老师张胜峰在去年底爆出短暂失联，甚至还曾在脸书发文写下被伤到生无可恋了，我决定要走了，要离开这个伤心的人世间，让外界相当担心。而近日他则被民众目击在高雄某饭店的餐厅当服务生，帮忙端盘子。对此他也大方回应，就是他本人目前在当服务生兼职，一周会去工作一天，每次9小时，不止学到很多新知识，也认识很多新朋友，还遇到不少粉丝要求合照。张胜峰还透露，这半年来他体验了8种职业，未来有打算把这些人生经验写成戏剧脚本。不过他最爱的人是跳舞，目前还是有在南部的舞蹈教室开班授课，也正向表示会继续锻炼保持状态，希望让大家看到更成熟更精进的张胜峰。Bye.